当我假装自己生了重病，老师，我喘不上这气儿了。咋了？你这个娘！我吃过了我的病历，我没事儿，医生说我没几天了。你逗我玩呢吧？你是不是骗我？真的，没跟你开玩笑。金大宝，你个疯小子！已经开始伤心了。没事，我现在多活一天都是赚的，只是就趁现在，我还有一个愿望没完成。什么愿望？我这辈子都想有一个人能帮我清空购物车。这么简单，你有没有一点难一点的？这就够了，让我都死而无憾了。我这就帮你清空。那么快？我靠，真给我清空了。不是你让我清空的吗？我别别，我害怕，压着我。金大宝，你那鞋子是甜的。我有糖尿病，不能让他多想。把快递拿上来吧，我不想人没了，快递还没见着。傻瓜，干了，我再来一点。不写了，我能受着，你快坐，你坐下。嗯，写田和糖尿病有啥关系啊？有关系的吧。这是啥？这啥玩意儿啊？